最近有四款游戏要出二档会员的库了啊，和各位分享一下怎么看要出库的游戏。首先我们来到会员界面，拉到最底部，然后再往上一点，再往上一点，这有一个最后的游戏机会。现在呢有一个，这好像叫影子战士吧，然后点击查看全部，目前只有一个。因为我现在已经安装了这款游戏，所以看不到时间。大表哥也要出库了，我们看一下大表哥，因为大表哥我还没有下载过。我们看这儿，优惠截止2022年9月20号，它就出库了。另外三款游戏，有一个是 NBA 2K22，还有一个是 WRC10。具体的出库时间，我们可以通过网页版来看，进入港服网站、商城、订阅服务。这个 NBA 2K22，它的出库时间是8月31号，《荒野大镖客2》出库时间9月20号，这个 WRC10 8月31号，还有就是这个影子武士 PS2 的会员已经开了一个月了，它这个关于出库的机制和界面还不是很完善，之前也有一些游戏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就出库了，那可能是索尼的临时工出错吧。不过这四款应该是板上钉钉了，而且出库的机制和界面也在逐步完善中。那如果这三款游戏还没玩怎么办呢？两个方法，一个是在它到期之前抓紧时间把它玩了，如果玩不完怎么办呢？可以等以后促销买个史低，或者呢买个光盘，因为你的存档是保留在本地的，通关之后还可以把盘卖掉。关于二档会员出入库这些游戏，这是正常的啊，因为这个二档会员库相当于是一个水池子，它不可能是一潭死水，每个月都有游戏进来，也会有游戏出去，保持新鲜感，而且还要让用户保持一个活跃程度，让你玩，如果不玩就出去了，给用户这种压迫感，保持用户的在线时间，这也算是一个常见的商业手段吧。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能帮到你。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，我们下次见。